原来 final year 真系好大压力噶，皮肤呢排都开始唔听话，又红又痕又干，之后仲变咗湿疹添。点解会变成咁嘅呢？今日去 event 之前，突然之间觉得周身痕，照镜先发现自己原来块面同条颈出咗好多红印啊，唯有用粉底遮住啦。好彩遮到啲红印咋，不过真系好痕啊！唔通以前啲湿疹又发翻晒出嚟？讲个秘密你知啊，我终于揾到一个对我好体贴嘅好朋友啊！就是 Cetaphil 的 Restoraderm Body Wash 和 Moisturizer， 它是低敏配方，不含香料和类固醇，最特别的就是它含有专利成分聚角蛋白酶丝，为皮肤提供天然的保湿因子，加强锁水能力，还可以真正舒缓湿疹敏感症状。我终于可以和敏感皮肤 say goodbye 了。25岁将会是我人生入面一个新的开始啊！其实呢，我自己是又期待又紧张的，不过由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要好好地珍惜大家，爱护大家。我当然都会将最美好的事物跟他分享啦。遇上 Restoraderm， 告别湿疹敏感肌。